美国天后 Britney Spears 过去多年都被父亲监管，除了被掌控生活大小事务和财政，更加被迫戴子宫环，日日买枪。他为了自由不惜和爸爸对簿公堂，日前传出他和爸爸庭外和解，他得不到赔偿，反而要全数支付爸爸超过200万美金的法律费用，令到他极之愤怒。另外，他日前在洛杉矶被拍到和曾经坐监的前监务助理兼前男友阿婆一起揸车出街，男方遇到狗仔队嗰阵，即时遮住块面。有知情人士透露，他们一直都藕断丝连。